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龙顺。你今天所收看的是《真三国无双斩》。有人说我的周泰没有专武是废物，但是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抽回来周泰专武，这一抽应该就是周泰专武，对吧？周泰专武，好啦，现在周泰有专武啦。开心，来马上把专武合成上去。周泰专武连击达到110，提升58暴击伤害，这个要洗掉了。真心先拿三个不要的，我记得我要的全部都已经留下来了。不禁按，哇，我多了一个防御紫色的四星，再来，要找几个五星肥料，真心。1、2、3，还少两个五星肥料。这个谁在哪？成功，这不是马超成功拿那个苏权拿周瑜的东西。没有五星的肥料。一大堆，再合出一个五星吧。四星，那这三个四星吧。缺个四星，我没有不要的四星啊。这个王元基，这个应该可以拿掉，连击50的暴击。这个我喜欢那个，那就。对，应该要先再生出一个四星。再来，生星，1、2、3、4，来，马上变出一把六星的周泰专武。小洗练，暴击攻击，可是他没有攻击防御暴击生命，可是他故意的，有，这也是很低。打魔这边打多少？哇，好低哦。就8次机会。
三三，很烂的啦，剩三次机会。哦哟，你们需要金色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只爱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来把剩下的41次把它洗到看能不能更高一点功能。哟，我想说我按错了，吓我一跳。就是不出来攻击，也是因为，这不对啊，刚好洗出攻击啦。剩最后十次哎，大哥。材料了，好啦，目前洗成这样子，然后重置、重铸，想要勇武，或是831，重铸，勇武或83吧。怒涛，5%以上生命伤害，暴击。使用怒涛，激励，我不要激励。哎，我按错了，靠北，我按错了。狂暴，按错了。哇，没有天界限时哎，晕倒。击杀50人，击杀小兵。还好这两个对我那个没有用啊。选一个吧。这个啊，继续保留。好啊，发生意外啦。第一个意外就是我的周泰抽到张鲁。第二个意外就是天界仙石洗技能洗错了，请卸下。然后周泰装备这样子，哇，吕布哎，好的，那我周泰这样都可以养了吧？太开心啦！不管斩将最多，目前打到这样子，唉，希望以后能够打到天界星，然后再把他的技能吃掉。好的，说我周泰不能练的，我现在已经抽到真武了，可以练了吧？好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